蟑螂，有没有看到？好、哦，我要送电影票了，非常开心哈、哦。这个 Banky 冲冲冲，好、哦，我们这一团如果我们在4月30号以前呢，有达到300人哦 ，Banky 这一团的部分，我就会多加码50张电影票，然后就是来抽送给大家这样子。好、哦，这个非常的难得啦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就是其实布洛克像我这样子，如果没有接业配的话，其实是没什么钱的，因为我自己还是要上班嘛。好、哦，你要靠这个赚钱的话，其实比较难的原因是因为银行给我们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点数哈。哦那比较少给这种 NGO 活动比较少给现金，所以像你要这种电影票的部分，你都要另外再花钱去买的。好，所以你一张成本220来说的话，你大概花10000块左右。好，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就是一起来支持。如果您自己现在还在观望要不要加入 Banky 这一团的话，赶快加入这一团啊，加入最大团，全台最大团。那我们在4月30号以前呢，好，只要有满300人，好，我就马上就是。抽50个人，然后来送大家电影票，这个真的是很难得一件事情，请大家一定要支持，真的，好。